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悲智印记。在药师经中提到，众生若闻药师佛名号，无论往生天上人间，都能安稳无缺，具备聪明智慧，勇健威猛。然而光是听闻药师佛名号就能够由此获益，实在是很不可思议。究竟这段经文的意涵是什么呢？我们又能够从经文之中有什么样的学习与省思呢？今天跟我们一块进入药师经的是长期投入国内外赈灾的资深慈济志工黄秋良师兄。秋良师兄您好。主持人好，全球观众大家好。以及在研究所毕业之后即投入文史结集中心编转处的杨文婷师姐。文婷师姐好。主持人好，大家好。那我想一开始还是一样要先请秋良师兄，这段经文它的意涵是什么？这段经文主要的一个重点呢，就是在于聪明智慧以及这个勇健威猛如大力士。我想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在整个的经典里面呢，我们要学一个非常勇猛精进的一个菩萨，遇到任何的事情不要去退缩，那么一定要用智慧，也就是分别智平等慧，分别智平等慧，那碰到任何的事情一定要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以及众生平等的智慧，然后你才能够显出那一份爱的力量。就是因为爱而延伸，我们可能才能够真正有那样的一种应该是说实践的能力了，对，那个力量就会显示出来，爱的能量就会出来了，对所以我想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智慧的展现。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自己要常常呢，有智慧的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在做中学，才是学中之觉嘛。那觉你才会悟到嘛，这觉中悟，那你悟到以后呢，你的智慧就在其中了。那文婷呢，您自己在看这段经文的一个描述中，或者您在读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啊？我听过一个说法我很喜欢的，他说一个佛教徒他可能是80%靠菩萨，20%靠自己，那80%靠菩萨是就是你整天到庙里去拜拜啦，求啊今年会顺利啊，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等等等，那更好一点的佛教徒就是80%靠自己，20%靠菩萨，那这个是我觉得这样子走过来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勉励自己。那我到北京去念书3年，那有一次因为北京坐任何的交通都好遥远，就跟台北一样一出门就是40分钟一小时的，就是有一次北京读书会回来大概10点多11点晚上的时间，那北京还有很多的北漂，就是来到北方来漂流的人为了讨生活，那在路边就很多吃的东西嘛，那我自己虽然是素食，但是晚上饿了还是要找路边摊来吃，那有一天那天就是很晚的时间啊，去吃的时候看到一个爷爷大概50-60岁在烤串，那在吃的时候看到旁边一个小妹妹在拿着一本书，6岁左右而已嘛，那我看到小朋友很可爱，就了解说原来他现在在上小学1年级，然后我就边吃边想，边吃边想我可以为这个人做什么事情，那我就想说请问一下你这个是你的孩子吗？他说不是，是我的孙子。那我了解到了这叫隔代教养，那在北京有好多这种从河北河南过来北京讨生活的人，那后来就我就说那这样子我的英文还可以，因为我从新加坡过来所以英文还可以，那我说是不是我可以教你的小朋友英语，他说好，那下礼拜六就开始啊，这样子持续了半年的时间，每个礼拜六就带到我的宿舍去，这样的一个动作也让我觉得很好的遇到一个真正当地北漂的朋友。那我想这可能就是只要我们愿意往前跨一步，其实勇猛精进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那样的一种，这个也是有智慧啊。经文有讲到一句叫做那个不负女人嘛，就是他提到说女人这个部分，那当时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上人其实有提了3个很棒的女人的故事，就是很好的，那我想到这件事情，因为在晚上的时间又在北京的路边又这么暗，如果我现在也是一个男生然后跟他说这个爷爷你的孙女愿不愿意让我来教英语的话，如果是一个男生，人家看到你就第一个不敢相信你，也不会愿意让你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我就要珍惜这个女孩子的身，因为她看起来就是让人家觉得安心，然后也许是善良，也许说可以可信，那才有接下来半年的一个互动的姻缘。因为你的威德够，威德威德威德德恨你够，人家一看到你就喜欢了，
哎，这个面向很重要的。对，我们更应该善用，因为这一辈子的因缘啊，给我们一个这么，就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这样的一种身形，就像刚刚邱老师说，我们更应该去修这样的一种威德。我想重点还是，不论师兄也好，师姐也好，我们都要和和互协。对对，我觉得这个男女都平等了。对，最重要运用你的载道器去发挥你的良人，贡献给社会，然后发挥啊这个你的所有的功能良人，这样就可以了。邱老师，你叫功能良人哦，其实这还关系到您刚刚也讲到了，在这段经文提到的这个。勇猛精进，哎，不晓得两位在生活中对于这四个字有没有什么样的体会？我在这个国际赈灾或者是这个国内的一些灾难里面呢，我大概都常常会参与。对，那真的我非常非常感动，哎，我们的师兄师姐非常的勇猛精进，他们到我们苏迪勒台风到乌来去清扫。因为他那边很多都是山温暖嘛，那在那个山温暖的那个炉灶下面这样栽进去把它挖出来，大家都是啊不怕脏不怕臭不怕苦不怕热，这种如果没有勇猛精进的精神，哪里来做人间菩萨？哎，所以说我觉得人间的菩萨呢，其实都是非常的勇猛精进，所以我一直感觉到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呢都是。上人的好弟子都是做人间的菩萨，都是非常的勇猛精进。其实我想在生活里面我们时时都可以提起这样勇猛精进的心去做对的事情，那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两位家人也都有听，包括这个文婷那么年轻哦，然后很早就是文法，然后参与到这个慈济的大家庭。那你自己有什么样体会在生活中？其实我如果以这个年轻的生命了，我觉得也许可以讲的，没有办法去到那么多的地方，或是有这么多的接触，因为还是在工作跟学习上面。那唯一可以讲的就是素食，因为素食是唯一一个可以约束自己的一个方式来做好事情。以我们现在年轻的一个生命，那我是其实从小在家里就是断断续续的素食，因为家庭的关系。但是真正完全断掉是16、17岁的时候，听到一个人说：“哎，你可以爱狗爱猫，你为什么不能像爱狗爱猫一样的爱猪爱牛爱羊？”哎，这句话我当天的晚上就从此再也不吃肉了。我觉得这句话完全打到我的心里面。那是几岁的时候？17岁。哦，你还好早。那我因为念慈济大学，那慈济大学呢，前面一条路叫台九线，也是我们大家熟悉的30米路。每天8、9点、10点的时候，就会有一列一列车子在。很多很多的鸡要往那个九线上要去屠宰场，我把这条大道叫做生死大道，就是去的时候是生的，回的时候一定是死的。那我觉得这些动物，它其实我从大学一年级一直看到现在还在花莲生活，我就觉得好悲惨，我完全做不了任何的事情。但是我从小就觉得，哎，想发一个愿，就是我可以有很多的钱买一个土地，然后把猪啊鸡啊全部到我的农场去。可是我后来长大发现这个不实际，你救不完全世界的动物，你可以改变的是人的心跟人的思考跟思维模式，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大家众生平等，像刚刚师兄讲智慧就是平等会嘛。一个团队里面只要有一个人坚持哦，这就有翻盘跟改变的这个机会。所以当有这样子的可以选择的时候，其实这时候更应该提起勇猛精进的心，是啊，然后去做该做的事情，我觉得那才是智慧。对，上帝一直在呼吁了，那我有两句话：与地球共生息，与万物共生存。我们必须万物，这个地球不是我们人类的，而是万物的，所以我们要大家一起共生存。所以我觉得真的所有的慈济人哦，那大家应该来闻法，那你有法以后就有法度嘛，否则真的无法度。所以我觉得要勇猛精进呢，你第一个必须要有法做基础，否则你光境界来临的时候你就修不过了。当境界修理的时候要知道自己行不行，行不行修行太好了哦，同时也时时刻刻学习怎么样控制我们自己，是哦，那份心，那份心，我觉得这也是修行的蛮重要的。对，感恩两位的分享，感恩。接下来，让我们一颗最恭敬的心，一块来聆听上人的开示。聪明、地位，我听人讲啊，敢那聪明无路用呢，地位啊上好。
啦，噶那是一般的常识。但社会有真侪人学问真高，伊的智性嘛真高，却是欠了智慧。有人会感觉到讲，啊，聪明敢不等于智慧吗？唔对，聪明呢，甲智慧是绝对无共。不过看起来，伊智性真高，但是无一定呢是利益人群。也那是讲，先达己后达人，对家己较大声，啊，这呢都聪明哦。先达人后达己。的精神，这就是智慧啦。那咱佛教，地藏菩萨，大家人拢去成佛，成佛了后呢，我才最后来去，这就是先达人后达己的精神，勇健为命啊，如来历史，这就是啊。在我们学佛，我们常常都说精进就要有为勇命，这个勇命呢就是为天下苦难众生，我们不是只顾自己的平安，我们也还要为普天下苦难众生去无福利啊，去付出，去救援，这呢就是勇命。咱学佛，就是咱要学的智慧，不是干那聪明的定，好吧？注意，心爱过好好，智慧聪明，虽然是同款的一个系统，但是呢，咱也会当更上一层楼啦，突破了聪明的烦恼，咱就会当得到。智慧的解脱，我们就可以达到那个永命，为着永命的程度。聪明与智慧的差别就在于我们的心念是先利己还是先利他。若能够突破聪明的烦恼，就能够达到勇猛精进。我想接着要请教两位家人，真的对于这一段经文有没有一个自己最大的体会跟感受啊？听到上面的开示呢，我觉得真的是先达人或达己呢，这就是智慧。嗯，先达己或达人呢，这就是聪明。那我想在这个做一个菩萨呢，就是要先达人或达己。嗯，所以我们在做慈济的当中，我想很多的例子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当常常看到在灾难的现场，我们也有很多，比如九二一也一样。我们就有很多的师兄姐，他也是在受灾户里面，但是他穿起了蓝天白云，做一个人间的菩萨，马上勇猛前进，就去就把苦难的工作，哎，但是他家就放着，然后再来回来清扫自己的家园，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事实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菩萨的智慧。哦，我看到勇健威猛哦。勇健应该是一个外形的，上人也这样讲，外形的就是外在勇健，体格健康是一个外在的部分，我可以做，我能够做。像师姑师伯们，有些我们最棒的地方，师姑师伯们他们还可以就用他的身体，虽然可能年纪比我们大，但是他好像很勇健哦，跟外面的叔叔阿姨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当你有这个两种勇的话，一个叫对错选择，一个叫生死的提跟放的时候，你就有办法勇健威猛。所以上人讲说，像那个狮子的勇猛心。他不害怕，他很专心去做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期许自己是可以成为别人的依靠，对，同时愿意去承担很多的事情。那我一想到心里会讲说，我们常常就说，我们如何能够真的精进前行，立于这个不退，然后不转，然后不杂不染。这个一念心呢，要保持得非常非常干净，非常纯真。就是那一个真如的本性了。我是觉得这一念心如果没有发心立愿，你也没有办法真的是所谓的勇猛精进。所以这一念心处于愿，你看药师佛也有他的本愿，那这个普贤菩萨也有十大愿，所以必须要有发愿才能够持之以恒，精进而不退。
所以我觉得依恋心的照顾就是莫忘那一个出发心，那这个出发心是你发了愿以后你就持续的勇猛精进，那才是真的是发心立愿，这样才能够持之长久。我想我们刚刚谈了那么多，只要真的我们如何能够真的在生活里面真的做到勇健威猛如大力士，怎么样真的能够精进不退，那两位有什么看法？我们常常想勉励一下年轻的伙伴们，因为比我更年轻的还很多，那我们常想说，哎，一个很棒的慈济的样子或慈济的样貌是怎么样的，那是不是跟某个师姑师伯们一样，什么才叫慈济人，对，什么叫慈济人，什么叫慈济的样子，其实是你保持原来的样貌，那是最好的一个方式。那成功的因素有很多种，那不是说你完全的努力就是会成功，成功还包含了健康，还包含了家庭眷属，很多很多的因素让一个人变成一个成功的人。那就是一样，就是珍惜那根缘分，因为一个缘分只会呈现一次，那它就是擦一就是缘，擦肩而过，擦肩而过的缘。所以我们只能做的是珍惜现在这个生命体。如果我是女生，那我珍惜我是女生的生命体；你是男生，你珍惜男生的生命体。那能够护身跟助身，是我们帮助的助，是可以做的事情。那聪明它没有不好，但是聪明要发挥在有智慧的一个前提上面，也就是可以分辨了智是可以分辨好跟坏。所以祝福大家可以变成一个勇健威猛。如大力士的一个人，其实事实上是我们要不断的看到自己的那种真心啦，就是正如回到不断看自己，然后把自己的心照顾的永远都是这样子，在这种真实的一种状态。那上人讲内修成正信时嘛，我都觉得再回扣到譬如对于佛法的体会，那种正如本性，为什么成正信时那么重要？那个成字摆在第一个，你会发现呢，成正信。实，我觉得对我来讲，它有一种步骤的体会。我们内心没有真，就没有办法有真，没有办法成出来。那你内心不真的时候，你是真的正法吗？你的行为一定不正嘛，因为你少了那个真，都是假的。再来，这个信是人言为信，就是我们是不是对于我们所说的话，上人说说我们所做，做我们所说，那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信？那最后，是不是很踏实的行菩萨道？我们每次看到年轻人这样，就看到那种真。这个就是我们要做功课的地方，是因为外界的染浊也很厉害啊，外界的引诱啊，各方面，常常会污染我们的心。但是因为我们有法，就把这一些污秽呢，就把它洗掉了，对不对？所以咱等下咧讲一句话啊，这个把上人的法藏心头，把笨手放最牢，就是常常在洗心呐、洗心呐、就是所以我们如果心不保持这一份干净的心呢、你马上污染掉了，你马上就没法度啊，对。我自己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将心比心，尤其是素食这一块了。就是我看到那个刀下的动物的可怜的样态，我只是为了这个心，然后保持在每一个念头。但是师姑是我们更棒的地方，就是在帮助众生，不管是动物，我们可能还是因为人比较容易去帮助弱小的生命啊，动物。那但是你们已经提升到了人。人这一块是更加的珍贵跟宝贵的，在人当中有习气跟有很多的相处的部分是很困难去解决，不像动物，我只是救他一命，我不用跟他相处嘛。那所以在这个点上，我觉得智慧是来自于跟人相处。那你们在这点上，我是觉得很佩服。那我个人感觉到，生活若简朴啊，人生就幸福啊。那简单就是美，所以人生不要太复杂。所以在我来讲，有一个一的哲学。所以在人生的道路上呢，就是坚持一个一，这个怎么一呢？不是做第一名的一，不是第一名，第一名我也不见得是非常喜欢，但是你有没有尽到你最大的努力，这个是重点。所以一呢，这个第一个呢，这是一个太太，如果两个太太，你会不会幸福？麻烦大，麻烦就来了，烦恼就来了。所以一的太太，一个家庭，你不要再去外面再组一个家庭。我家有十二个人，是孙子。五个孙子都坐在一起，每次吃饭十二个人都来，然后我又把公司在隔壁，所以去上班他们又可以带孩子，所以这个是非常简单，所以这个一个家庭，然后再来呢一个事业，我看准了这个事业我就要做下来，最后做慈济就是一个置业，非常单纯，所以现在呢我已经退到剩下置业可以做了，所以一啊，这是四个一啊，非常重要，不要把人生复杂化，心宽念存，美善人生。期许我们彼此，甚至包括电视前的观众朋友，我们真的在菩萨道上要勇猛精进前行。
共同勉励，共同感恩，感恩两位家人，感恩。修行路上，无论我们现在正在哪个阶段，只要锁定了正确的方向，踏实持续的前进，精进与智慧相辅相成，终能陪伴我们走到所设定的目标。今天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感恩。如果在自力里面分为所谓的晶体自力，它其实就是一种过往生活经验的累积的能力的持续。那你我们在这个部分就有可能因为我做志工的经验啊，去得到累积，那这时候我的智力，特别是我的晶体智力，就有可能慢慢的越来越累积越好。那但是智慧它还包含了所谓的智力的部分之外呢，还包含我们对处理人事实地物一些经验的累积，再加上什么一种人生的哲学的态度。我们讲说做志工其实也是在修行嘛，修行修行，有时候就是没有被修理过就不知道自己行不行。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你透过这些个增长，你的调整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处事会越来越圆融，你会接引更多好的人，然后去做好的事情，这样子一个扩大效应，其实就是一种智慧的增长。所以你说，做志工是不是能够增加智慧？我想，如果你要是能够把心安定下来，把做志工的精神能够发挥到一个最好最佳境界的时候，就是能够怎么样多结善缘，而且能够事情处理的圆融，我想这就是智慧的累积。今天很感恩嘉勋师姐跟秋良师伯他们的分享，然后他们让整个环节跟整个访谈的过程当中，对谈的过程当中非常的轻松而且自在，让我觉得可以表达自如，就像在家里的客厅一样讲话。那当然呢，我觉得最珍贵的地方就是师伯和师姐他们的生命经历的分享，这个是年龄才有办法，岁月跟年龄才有办法换得回来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也很珍惜可以好好的坐在这个摄影棚里面，听到大家分享自己的生命，然后如何去实践佛法跟上人药师经讲述里面所讲的内容，所以非常感恩。